欢迎回到 Mina 频道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洛杉矶东区库卡蒙格牧场式的大平层。这栋大平层呢有8500尺的占地，三房1998尺，是我们公司的 Jerry 牧场余叔独家代理团员。那么明天星期五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呢 ，Jerry 会在那边 open house， 欢迎大家来访。库卡蒙格牧场市呢是近几年来洛杉矶东区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，该城市不仅有非常好的学区、优良的配套，近年呢还开设了通往拉斯维加斯的高铁，去那边仅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哦。库卡蒙格市的学校也非常的有名，全市共有23所小学、8所初中、4所高中，而且呢都在8分到9分的学区评分。今天这栋大平层呢不仅有着超大的占地、很好的户型，而且学区也是极为优良的。目前 Grade School 上的评分呢是888，去年呢是198的评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找洛杉矶好学区、大占地的平层户型，这套房你一定不要错过了。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套房的视频吧。Thank you.